把它吸起来，看你要多少，你把它加进去，就把它加进去，加进去，这个疫情不要再扩散了，让我们全球的一些好朋友、市民好朋友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市议员张耿辉示范，把75%酒精倒入防疫笔末端，加上喷头，就可以轻松喷手消毒，也可以利用防疫笔来碰触公用开关，减少用手指头直接碰触的机会。另外，防疫笔的凹槽也可以作为手机架，可以写字，可以防疫，一支笔四种功能。尤其啊，人与人的接触很频繁，尤其日常的一些必要去的就要比较像银行 ATM 啊，还有周遭的一些开关，我们日常的开关啊等等啊，都要需要用我们的手机去触控等等。那因为怕防止这疫情的扩散，那服务处也非常贴心的啊，这在3天前就开始在我的网站有发出来的信息，也开始陆续在发。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不过地方服务工作不能因此停歇。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准备酒精防疫笔，这款实用又可以随身携带，减少用手指直接碰触的防疫小物，在地方服务时送给民众共同防疫。尤其这个防疫的工作，我想是全民的一起努力的，也不分党派朝野，所以耿辉服务处特别制作的一些这个多功能喷雾支架笔来送给我们需要的市民。不过张耿辉也呼吁民众，防疫笔虽然方便，但是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还是确实防疫的不二法门。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